在来信解答里面说，一般师父在梦里面让他快点拜师，就是怕他有大劫。那同学想请问师父，在梦里面让出家是什么缘由呢？在梦里要出家是吧？就早点皈依呀、啊，皈依佛门呀、啊，皈依自性三宝呀、哦。那自己还不开悟啊，还不觉悟啊，还在人间为名为利啊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嗯，